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了看下面第三首偈颂：见要助人，当愿众生依法自愈，欢爱不舍。这个要念去声，当动词来讲，着是执着，这就是见到啊一些特别喜欢执着的人啊。你看菩萨引发什么样的大愿啊？总而言之呢，不违背普贤菩萨教导我们最高的修学原则啊，那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这样啊，才能真正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发的愿，依法自愈，欢爱不舍。欢爱不舍就是执着啊，欢喜啊，我们常讲法喜充满啊，常生欢喜心，对什么？对法啊。也就是说执着啊，他既然执着放不下，帮助他啊，这是最初方便换对象啊。执着世间法啊，明文理养五欲六尘轮回心啊，造轮回业永远不能够处理。把他执着改变一下啊，并没有叫他放弃执着啊，放弃执着很难的 啊那真正是智慧开了，明白了啊，不再用轮回心了啊，那个是很少数的人啊，绝不是多数人。多数人呢，应当要恒顺他啊，让他在道学里面得到欢喜，比执着名利呀，那就超越太多了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要帮助他，诱导他好学啊。人活在世间最重要的，活得快乐啊，活得幸福啊，这是大家没话说的啊。什么人最快乐呢？什么人最幸福呢？明白人。换一句话是，要劝导他，诱导他，这一生当中做个明白人，不要做糊涂人啊，糊涂人就苦了。你必定是随着境界转啊，每一天你自己想想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
那个反应是喜怒哀乐，这个苦啊，这就是佛在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啊，不学佛的人，在佛法没有真正的受用的人，几乎都是这种情形。啊，那么要想超越，孔子说得很好，《论语》第一句话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又鹏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这就是以法自愚，欢哀不舍。那么，这是一般大众啊都能接受的啊。法是什么呢？法是伦理，法是道德，法是因果，法是宗教啊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一生我们的方向目标定在学习伦理道德因果宗教，这个里头有乐趣啊，这里头有真乐啊。古人说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，书中自有颜如玉啊。”啊，这个世间人贪财、贪色，因为财色了啊，是最快乐的啊。那么圣人用读书啊来做这个比喻啊，这个书本里头就是圣贤教诲里面那个乐趣啊，超过黄金，超过美色，比那个更快乐。这个比喻意思是这样。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啊常说的孔颜之乐啊，孔是孔子，颜是颜回啊，孔颜之乐就是我们此地这个以法自愚，孔颜之乐啊，夫子一生过的是清寒的生活，不是富贵呀，不富有啊。啊，那颜回过的生活就更穷苦了，可以说是清贫的生活，啊，但是非常快乐。夫子也赞叹了：“颜回居陋巷，夜啖饮，夜瓢饮啊，夜瓢饮，夜啖食。别人过这个生活，总感觉到太苦了啊。可是颜回不改其路，
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你看到颜回满面笑容，非常快乐。他这乐从哪来的？乐从学来的。啊，学的是什么呢？不外乎啊，这四个科目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。这个里头有真乐，这里头有大乐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学佛的同学有没有得到呢？没得到。啊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得到，有人，少数，不是多数。啊，那些少数人为什么得到呢？啊，我们套一句夏莲居老居士的话说：“真学啊，真学的人得到了。”那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得到啊，不是经教有问题啊。二是你没有认真学习，所以你没得到。啊，越是认真，得到就越多。啊，你不说别的，你说我们的华严经，如果我们认真学习，你说这里多快乐。世间法里头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吗？没有了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讲的不错啊，是味哪有法味浓啊。啊，世间法里面的乐趣决定比不上法味。啊，问你，你没有尝到，尝到了肯定是欲罢不能啊。你决定不会舍弃，你真正尝到了。那我们现在是没尝到啊！以前我们老师做比喻啊，哎，常常跟我们说，说得很幽默啊。哎，你们学佛囫囵吞枣啊，吃下去了，一口吞下去了，没尝到味道。这是真的。啊，要怎样去尝到味道呢？啊，那你要去现想，为什么乏味我们没有能够尝到？这里头有障碍。啊，障碍呢，就是我常常讲的十六个字。这十六个字是障碍啊，有这个东西在，乏味尝不到。换一句话说，必须把这十六个字放下，乏味就现前了。这些十六个字就是明文啊，自私自利，明文利养，无欲六尘，贪嗔痴慢。
哪个没有呢？一切众生通通都有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东西是障碍啊。不但是障碍佛法，也障碍世间的圣学。你只要有这十六个字，你学儒啊，也就是孔颜之路，你得不到。啊，孔颜是世间法。世间法的乐你都得不到，除世间法的那个乐你怎么会得到呢？啊，所以学佛首先要立志啊，人生苦短，时间不长啊，一百年正是一弹指就过去了。这一次我接受国家宗教局的邀请，参加杭州国际啊，就是世界佛教论坛会议结束之后，我到南京住一个晚上啊，去干什么呢？邀集我同班的老同学，还有十个人，同班的那是好像是初中三年级，同班同学十个人，都是七十一岁以上的了，所以也对，从前是小朋友啊，现在这六十年没见面呢，都老了啊，非常欢喜啊，我们十个人呢聚集在一堂，啊，我都没有想到的时候还有十个人啊，另外还有几个在外地，时间充足赶不来啊，同班同学大概现在不超过二十人，就是还有十几个人啊，完全是叙旧啊，啊，那么从南京我回到家乡庐江，看看杨老师他们的教学啊，教得很有成就，我们看到非常安慰啊。从安徽到北京啊，北京也是看看一下老朋友啊，然后由老友们提议到这个云南丽江啊去看看啊，从前是听说这个地方没去过啊，趁这个机会啊到去看看，很有启发啊，到那里就看到古城，一千多年的古城现在还保持原来的样子，很受感动啊！啊，这个地方的人民淳朴啊，现在已经变成国际都市了，变成国际都市当然就会带来污染，
那么现在染污还不算严重，再往下去要不知道防止，那就很可惜了。啊，把这块地方介绍到国外的是一个美国人洛克，他在那里住了27年，啊，不断地向外啊报道宣传这个地方。我们对洛克的精神啊，他真是一生当中一门深入啊。啊，他居住的房子我去看过，这个人很了不起的人啊，也真正是个修道人，一生没有结婚。发现这个地方保存了中国古文化，啊，唐宋失传的东西都还在那里保存中，啊，非常难得，啊，2000年的古乐梵音从印度传到中国来，大概现在在外国是没有了，中国内地也听不到了，哎，他们给我们演奏了一曲，收经记翻译，我们也把这个光碟买了几片带回来，明天在这个地方放给大家听听。啊，2000年前印度的翻译，啊，难得这个外国人认识古代的文明，啊，不难认识。热爱看到这么多人能够保存下来，啊，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啊27年考察收集这些资料，写成一本报告啊，我要带回一册，这本报是，它原文是英文文写的，啊，我带回来的是中文的一本。我们对他的精神很感动啊，啊，这是一个外国人，我们自己要不知道好好的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。那我们跟他就不能比了，这个人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如果要在世的话对他是怎么看待呀？他是我们文化沉船的恩人呐。他提醒我们呢，我们炎黄子孙把自己东西都收获了，不但不能沉船，连认知的能力都没有了，不如一个外国人。我们看了非常感动。这个地方地大人少，啊，这个玉龙山的那一面就是西藏，是一个非常理想
读书修行的地方。啊，非常难得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参加开会，顺便去看那个深受感动的一个地区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在那个地方居住那么多年，27年，不是短时间的，没有别的，一发自愈，欢爱不舍啊，他是真正的认知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文化，他真的认知，真的爱好，啊，在当地鼓励当地人，啊，尊敬当地人，他们保存得这么好，啊，对全世界宣扬，啊，所以称为那个地方叫香格里拉了。啊，发现的时候，居然在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地区，啊，介绍许许多多的国家人到丽江来旅游，来观光，来考察，啊，看看中国的古文明，看当地的居民风俗习惯、日常生活，啊，那么样的淳朴，那么样的和谐，啊，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在那个地方落实了，所以我也会把这桩事情介绍给我们的同学们，将来有时间都可以到那里去看看。那么这就是对一般初学的人要帮助他转换境界啊，诸位要知道放下执着，真的不执着了，就超越六道了。那么你就要懂得，还有执着的念头，这就叫做轮回心。啊，心是轮回心，你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，就是轮回业，你怎么能出得了轮回？啊，轮回业里面有善有恶，啊，善业感三善道。啊，恶业呢，感三恶道。总而言之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我们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执着一定要放下。可是，执着的习气可不是那么简单。
啊，是不着着了，可是不知不觉的，哎，又冒出来了。那习气，不容易啊！啊，那在佛门里面，大乘教里面，佛慈悲，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为我们传授了一个待业往生的法门。啊，待业往生什么？就是叫执着。啊，你不要执着这个，你执着阿弥陀佛，你执着无量寿经。啊，你要执着其他的经教法门，不行。啊！可是你执着阿弥陀佛，你执着无量寿经呢？能生极乐世界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生极乐世界就是超越六道轮回，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超越娑婆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高，凡圣同居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执着没放下，执着连执着的习气也放下了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，不是凡圣同居土啊。啊，凡圣同居土是执着没放下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，就是在凡圣同居土。这个要知道，凡圣同居土能够戒引变法界虚空界。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执着的众生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凭什么往生啊？就凭这个啊，坚固的执着，这靠定了。一句阿弥陀佛，一部无量寿经，啊，或者是一部阿弥陀经都行。啊，那么很多同学最近问我，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山西小院，啊，40多个人，通通都是念地藏经。啊，念南无地藏王菩萨。病好了，于是同学问我了，他说这是不是会把净土法门破坏了啊？他们不念无量寿经，念地藏经，不念阿弥陀佛，念地藏王菩萨了，这怎么办？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他能不能往生呢？他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净土法门太大了啊！你看看三辈往生这一篇经文。一共有4段呢，啊，前面3段所讲的上品往生、中品往生，啊，上辈、中辈、下辈，啊，这前面3段，最后一段，慈州法师把它判作一心三辈。经文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
修学大乘者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只要是学大乘的人，只要是学大乘经、念大乘教里面的佛菩萨，都行啊，都能往生啊。这是净宗法门无比殊胜呐！啊，无论念哪个法门，啊，修禅也好，学教也好，学密也好，啊，那什么的功夫，啊，只要有真实的功夫，我回向，把我所修学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，统统来接引。这个要记住啊。那么我往生的时候，来接引我的不是阿弥陀佛，而是地藏王菩萨，我要不要去？不去，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我才去，这就对了啊。关键呢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地藏王菩萨接引我，介绍我，到最后来接引我往生的是阿弥陀佛，是西方三圣啊，这个一点都不错，这个经上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嘛啊。所以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没有不好的啊，依任何经典都是一样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所以不要犹豫，不要怀疑。啊，我们现在业障太重啊。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，我们遇到灾难，遇到困难了，你看看经上没有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经上教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感应不可思议。那现在我们的业障非常重啊，依靠地藏王菩萨消业障啊，业障消了之后啊，功夫才会得力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身体健康，谚语也常说啊，身安则道隆啊，身不安对于学道决定产生障碍又有话说，法轮未转，摄轮先呢、从这些地方你细心去体会，无始劫来，以及这一生所造的罪业多重啊！所以我在早年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得很清楚，
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先从地藏。新道场一定是先讲地藏经。第一部讲的经，建的新道场，第一部经一定是地藏经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地了，可以建立佛法了。地是心地呀。心是菩提心的大乘嘛。菩提心是什么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怎样菩提心真的发出来呢？必须要依净业三福，要依十善业道，要依弟子规。没有弟子规，没有十善业道，没有三规五戒，没有沙弥律仪，这叫出家人，没有沙弥律仪，就不得其门而入啊！地藏经里面就具足这些内容啊，所以从这一部经呢，以真诚心去修，能消业障。业障消除之后，一定要把这几门功课抓紧。然后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把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不生的道理。那么也许有人要问，曾经看到他们没有修学这些法门呢，居然也真的往生了，有很好的瑞相，这什么原因？前世前生前世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，这一生虽然造作很多罪业，遇到了善缘，续世善根现前，那些绝不是偶然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业因果报啊，不然的话讲不通啊。所以只要有坚定的信心，恳切的愿望，所以山西小院这个六片光碟还有为什么不能吃它，要大量流通唤醒大众，快快觉悟我们自己常常看，警惕自己，抬头让初学的人生起信心。我们很认真在学习，给初学的人做影响众，这无量功德自利利他了所以要把它当作功课来学习而是必修的功课，
主要的功课啊，《了凡四训》、因果教育，跟这些都是一类的，特别重要啊。印光大师一生所提倡的，在他那个时代，60年前的《了凡四训》、《感应篇汇编》、《安思全书》，好啊！啊，那么我看到这个十几篇观点，比印祖所提倡的这三部书还好，非常契合现代人的根基。效果决定超过印祖所提出的这三本书啊，决定超过。啊，用这个电视媒体报道的这个方式来红传，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如果能够再配上联合国所提倡的6种文字啊，把这个字幕打到下面去，向全世界流通，挽救劫运。除这个方法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？啊，我们实在是想不到了。啊，大乘教学不是那么容易。啊，儒释道的教学以及其他宗教教学，对现在人来说就来不及了。所以祖师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，因果啊，在这个迫切严重灾难就要来临的时候啊，这个因果教育有效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作为重点，他有感应他想回头了，再教他伦理道德宗教，为什么他能接受了啊？因果都不相信的，你跟他讲伦理道德他也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当作第一门功课啊，必修的功课，认真好好来学习啊，看看现代人对于这些动物，无论是你家里饲养的或者是捕猎的野兽，手段太残酷了，多看会把你的良心引发出来，你看到不忍心的啊。然后宗教里面告诉你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全世界啊，地上走的，天上飞的，水里面游的，这一切众生
每一天就不杀，你要是看到这个现象，你会感到太残忍了，太可怕了。啊，那么你相信因果呢？你相信这些众生都有神识，啊，绝对不是甘心情愿来供养你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那个仇恨还得了啊？怨气不得了啊！啊，你要是细心去观察，你能看得出来。现在我们常常出去旅行，坐着飞机，啊，飞在云层的上面，从上面看下来，都是烟雾，这什么东西呢？怨气。很少啊，从上面看的下面清清楚楚啊，这种境界很少，这样一飞到这个大陆地的上空啊，就是看到的烟雾，我们现在讲空气污染，严重的污染，我常常说这种污染是一切死难众生的怨气，不是好事情啊！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啊，怎样能够帮助这些冤亲债主化解冤结？而化解最有效的方法，讲经、诵经、念佛、回向啊，是不是真有效果呢？有效果。肯定有效果。我过去在讲习里面也举过很多例子啊，众生这个业力像大风大浪啊，我们真正依教奉行，我们的心是平静的啊，这个平静的波跟那个不平的波冲击之后，当然我们也会随波逐流，但是它的那个波大波它会降低，会降温啊，理是相同的啊，但是希望真正觉悟的人多真正的这个心地清净平等慈悲的人多啊，我们以真诚心、真诚的愿心祈求化解冲突，祈求世界和平啊，这个念头就是回向，这个念头不能中断了，不能暂时啊，要念念不间断，它就会产生效果啊。我们不求别人赞叹，我们明文力量舍掉了吗？
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该做就是救苦救难了。啊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了。啊，今年地藏经，地藏菩萨是谁？就是自己啊。啊，观世音菩萨是谁？就是自己啊。啊，以地藏的孝敬，以观音的慈悲，啊，念念不舍众生，念念祈求安定和平，念念祈求化解冲突，啊，化解冲突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，啊，我不再给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桩事情、任何一个众生起冲突，从这做起就有效果。啊，如果不从自己这个做起，只是有口无心呢，那就没有效果。啊，心口相应就产生效果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